短时间加热，那是不是太晚了？哇，这个质量啊！那里就是七里洞吗？200年前，卑鄙的金族人夺走我们的圣器古玉，将我们驱至最贫瘠之地。凶神保佑，今夜我们将夺回古玉，金族血债血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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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血债血偿。你看山上一闪一闪的，好漂亮啊！都给我杀！金族人供奉的犬神像，只有在灭族之危时，才会发出这种警报。是修道中人。这操纵风云之术大为诡异，不似中途道法。真神庇佑我族，一战克敌，血溅耻辱。劫难将至，全神保佑。女人和孩子撤往山上。快快快，往那边走。战士们，拿起武器。火光黑云，邪气冲天，怕是邪道妖魔。这里便是七里洞了。
百年过去，这里倒是平和许多。怎么？当年五族纷争，流血不止，对外人极为警惕。如今看来，他们已相安无事多年。现在去哪里？那里。祭坛。不错。南疆各族祭坛都是本族圣地，祭坛巫师则被视为神明使者。你说的那个人，难道是？没错，当年我所见施展还魂艺术之人，正是金族大巫师。我等有要事，求见大巫师。我们想要去祭坛。糟了，你犯了他们大忌讳。什么？祭坛圣地，平时言语都不可轻易提及，用手指更是极大亵渎。这么重要的事你不早说？被关了三百年了，我一时哪想得起这么多。这两个外人胆大包天，冒犯我族圣地祭坛，不能轻饶。哪里来的狂徒，竟敢对大巫师不敬？侮辱祭坛的是那个男人，女的没什么错，不如给我做老婆。看你那点出息，真是丢我们金族的脸。把他们两个抓起来。住手。来者何人，为何至此？我等有要事，想要拜见大巫师。你们是中土人？不错，我们自中土而来，前来拜见贵族的大巫师。找大巫师所为何事？我有一朋友身受重伤，魂魄受损，巫师怎么可能轻易见一个外族人？就是十年来，他们在说什么？我行遍南疆，苦寻无路。只是近日才听说贵族大巫师有救治之法，恳求大巫师施以援手。他是来给朋友治病的呀。在下感恩不尽。还挺重情义的。你们在这里等一等。多谢老丈。真的说动族长了？行了行了，都散了吧。烈酒可是南疆第一呀。这姑娘这酒量，这姑娘对俺胃口，好酒俺喜欢。哇，这是就是要，我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。他要动酒，俺们还会怕个婆娘不成？喝，上酒，上酒，上酒啊！酒来了。再来。
去。行行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还是我来吧。我来。哎，队长来了没有？快闪过来！大巫师，发生何事？大巫师，七里洞来了两名陌生的中土人，他们要拜见您。我已经百年未曾走出祭坛，为何会有中土人来找我？来者为一男一女，那男的说想请大巫师帮他救治一个朋友。我日夜侍奉犬神大人，无暇理会他们，你替我回绝了。好。等等，他们要我救治的人是何病症？听说是十年未醒，三魂七魄，仅存一魂。大巫师，我先退下了。你带他们上来吧。是。阿克西。三百年。你没事吧？你不喜欢我吗？你醉了。你这个人就是活得太累了。活得太累。组织大人，大巫师答应见你们了，跟我来吧。我是金族族长，你叫我图马古就可以了。多谢族长。醒醒。不是，他们来了。图马古，这里没你什么事了。年轻人，过来坐吧。你们为何找我？大巫师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不惜生命，燃尽一身精血，救我于诛仙剑下。只留了一缕残魂在合欢岭中，此后如同假死了一般，沉睡了十年之久。如今听闻金族秘术能给他一线生机，在下斗胆，请大巫师一定要救救他。你说的那位朋友可是魔教中人？她一定是个女子吧？她用的可是魔教秘传的痴情咒。
正是。世人对魔教虽多有诋毁，但我这位朋友心地善良，甘愿舍命救我。恳请大巫师能以无上妙法救他一救。你们中土的正道也罢，魔道也罢，对我这个蛮荒野人来说并无分别。你说的那种还魂异术，我的确略知一二，但能否救你的朋友，我并无十分把握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需回答我一个问题：是谁告诉你金族大巫师有此异术？大巫师，他喝多了，现在回答不了您的问题。还魂异术乃是金族巫师的秘密传承，连族人也罕有知晓。可这位姑娘看起来年纪轻轻，便知晓此事。大巫师未曾看她一眼，怎知她是个年轻女子？既然这位姑娘醉了，就等他清醒过来再说吧。原来是客，图马古会安排你们暂且住下。好，多谢大巫师。诸位关怀，云谷主与我感激不尽，只是谷主正在闭关，不便见客，失礼之处还望海涵。焚香谷正忙于善后之事，招待不周，待诸事处理妥当后，比谷定亲自登门，感谢诸位好意。哪里哪里，云谷主无恙，我等也就放心了。善哉善哉，可方才听李师兄所言，此次竟有魔教妖人趁机作乱，若需相助，请尽言之。啊，这什么魔教？魔教卑劣，趁火山爆发之际想偷袭本谷，所幸我们防守严密，已将其驱逐。只是妖人逃脱藏匿，一时不知如何追查。诸位放心，焚香谷一定全力追查，绝不会纵容魔教肆意妄为。不过此事需从长计议，不敢劳烦诸位。且慢，昨晚与魔教妖人斗法时，我与李寻师兄都听到了，他们说七里洞三个字。既有此线索，我等还需同往查探，也好有个照应。也好，那就有劳两位失职了。不过南疆非诸位相熟之地，就不必冒险了。如有闪失，谷主怪罪，在下担当不起。有劳了，有劳上官前辈。有清幽门和天音寺在，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醒了。头有些疼。你是不是在怪我？没有你，我也寻不到这里。你见过大巫师了吗？大巫师的确懂得还魂异术，但他要问清楚你何以知晓金族隐秘，才肯答应。天亮后，我便与你去见他。
长接纳他重回木族，应该不假。被驱逐的废物，学了点唬人的把戏，就当自己是巫师了。族长，三族已然应允，不会进入我和金族的战争。只要击溃金族，夺回圣器，我们木族称霸南疆指日可待。金族大巫师巫术高深，你真对付得了他？哼，有那位大人传给我的无上神法，大巫师必死无疑。熊神保佑，200年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刚才那女子可是合欢派的金平儿吗？你一直都和他在一起吗？没有，我与他毫无瓜葛。你能陪我走走吗？还记得当初的七脉会舞吗？那场比试是我输了。那时你无论道法修行都在我之上。其实我是我输了。我知道你在最后关头故意收手，可我当时好胜之心难消，又怕辜负师父的期许，没能说出真相。10年了，这些小事你还记在心上？从那时起，我心里便记着你。果子扔过来吗？不小心掉了。你可要接住了。大姐姐你好漂亮。后来我们共赴空桑山，与魔教众人厮杀，与阴灵妖魅缠斗，你不顾性命救我，我也就一般对你了。那时你我身陷绝境，我也未曾害怕过。若是当时就那样和你一起死了，我
我也心甘情愿。再后来，流波山，通天峰，事情一桩桩一件件，我却只能看着你渐渐变化。直到那天，诛仙剑下，那位碧瑶姑娘替你挡那一剑之后，我便知道，你再也无法回头了。你真的。没有再回头。你这又是何苦？我不后悔。十年了，我心中还是记挂着你。如果可能，我情愿放弃一切，跟你一起到天涯海角。终究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青云门养我育我，师父更是疼我爱我教我，我无论如何不能背叛师门。今日对你说这些，是要你明白我的心意，然后在你面前斩断我这十年的痴心妄想。今晚别后，你我再见，就是你死我活的仇敌。十年来，我痴念之余便在后山舞剑。今晚就让我舞最后一次了。轻盈
这世间情爱，真是让人断肠。可林这般出色的两个人，却像是傻瓜一般。怎么，你不喜欢我说他是傻瓜吗？其实我这千百年间的愿望，也不过是想当一回傻瓜，然后也有个傻瓜好好待我而已。那女子说要断情绝义，但方才她禁止鬼力之时，心中不知有多盼望鬼力能跨过去，只是若是鬼力跨了过去，他也就不是鬼力了。想要破除他心中枷锁，当真是千难万难。算了，情有千千结，则要他们自己去解。将来的事，有谁能说得清楚呢？你说对不对，小辉？Thank you.
前面就是马头山，穿过山道便是七里洞。我们走吧。嗯，